将我哋嘅烦恼都放低晒，将我哋嘅重担放低晒，让圣灵再次触摸我哋，让圣灵再次医治我哋。我哋同神讲：神啊，多谢你，主啊，我哋多谢你，我哋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哋感谢赞美你，多谢赞美佢喺后面啊！多谢耶稣嘅大恩，我哋一齐去感激天父，我哋敬拜我哋嘅天父，敬拜我哋嘅天父，我哋感激我哋嘅神，哈利路亚！多谢耶稣，一齐开声啊！感谢你，我哋欢喜你，我哋多谢你，我哋需要你，我哋全心感激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亲爱嘅圣灵，再次触摸我。每日都捉摸我，当我们中间有重担烦恼的，在这一阵开放给圣灵去捉摸。亲爱的圣灵，再次捉摸亲爱的圣灵。
在之中啊，在之中啊，人将手放喺心口度，圣灵啊，安慰我的心，医治我的心，将我的烦恼拿走，将我的重担拿走，将我的唔开心拿走，主耶稣会释放我。让我们全然的轻松，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耶稣，我们多谢赞美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想释放，我们就是神啊！我们愿意真的离开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罪就被我们有捆锁，罪就将我们本来有的福气拿走，耶稣很乐意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不需要说，哎呀，我犯了很多大罪，因为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，神就很欢喜。想这罪恶心被困心高，主我的意是放纵，累我一生。
天上都为我哋欢迎嘅，喺天上嘅天使，同埋天上嘅圣徒，同埋天上嘅神都好欢迎。求主帮助我哋完全放低晒啲烦恼重担。在今次做的功课，我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些面对的困难，在这里写怎样处理。我们面对的困难不要紧的，因为神是会释放我们的力，叫我们完全的轻松。释放我的力，赐我两肩。Thank you.
哈利路亚，真好！我哋同耶稣讲你真好。
我全心歸向你，我全心歸向你，我全心歸屬你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多謝天父，有你真好，我哋緊握住你，我哋緊緊捉實你，我哋緊緊捉實你。多謝天父，我哋歡喜你，有你真好，我哋緊緊捉。多謝耶穌。